争端，积极推进伊朗核、半岛核等热所做的积极贡献，表示衷心感谢。各位同事，此信中并就中国恢复联合国核发协会50年来的军控工实践创新，持之以恒开展民间军控外交，积极宣介中国军控政策，跟生物武器条约建立合作机制，强化全球生物安全，中国和世界已经紧密交流。